AK 跟我 PK， 爆破团队投降最好的那是我是大天哥来吧。最近有粉丝说大天哥参加 FU 新活动未来战士啊，投一投吧。来啊，今天咱们来整一下啊，这个是六块钱一次啊，50块钱10次，然后准备了500投币。那来吧老弟啊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投一下试一试啊。啊，我去兄弟们，大家快看，我的妈呀，一发绝杀顶级奖励王者之路的拥有皮肤。这里还能先抽啊，先抽的话看到没，这里是来了一发这个火麒麟，刚才我先抽了一下，抽了个火麒麟，火麒麟也可以要，来咱们继续抽啊，来看看500 Q 币能不能把这个未来战士抽出来，笑死我了，哎，抽，这发全是7天啊，没有什么好东西啊，第一发是真给力啊，真的来抽的是吧，咔的呀就直接出，而且这个活动可以先抽，哎，天哪！两个火麒麟皮肤，哦对，看到没，还出了一个这个星宿，还出来个星宿，星宿也可以，原来是一双球鞋啊，是一双买鞋360的鞋送的枪，我当时想过，哎，黄金小钢炮，还有永久火麒麟，哎呀我去，这个永久火麒麟不值钱呐，一直是出，哎，这玩意儿能受不了啊，老弟，这玩意儿有点过分，有点过分，啊，又是王者之路皮肤。外带火麒麟，哎呀妈，我这个概率很高啊，朋友们，支持3次试连抽，先抽后买，我的妈呀，未来战士7天，哎呀，这家伙整到前4次厉害啊，兄弟们，确实是得劲了，青花瓷永久，青花瓷永久三成箱，累计购买，领取，领取，再领取。算真行，我们抽了多少次，看看还有多少 Q 币啊，还有100 Q 币，我们抽了8次了，再抽2次啊，估计是没希望了，我感觉应该是出不来的，应该是，好可惜啊，小乔，最后一发了，这一发如果再不出未来战士，真的出不来了，但是出不来就出不来吧，这个枪不是太好，这个枪是那个 QCW， 我不是太喜欢，说实话，哎，没有出，出来了一个那个青花瓷，三成箱，积分兑换，120分可以兑换一个。然后这里还有09式的狙击枪的也没有出来，我们现在把它那个仓库发一发，我们先把它仓库发一发，全血，全血不行啊，批量分解，对吧？批量分解，然后把这个永久枪的话咱们留下，好，永久枪的话留下，其他东西通通分解，其他东西通通分解，批量分解，先分解，然后看看最后差多少分，咱们再根据这个分啊来补一个，就是咱们再来补一个，确实说实话确实是给力啊，这个抽奖确实挺喜欢，13分，我也看不到我现在多少分了，估计已经是很多了，这样我估计已经很多了，说实话看看又在分解，现在多少分，单程箱啊，积分兑换86分了，大家看到没，这就等于啊直接就出来了，说实话直接就已经出来了，其实是已经出来了，非常好。而且这个活动啊，永久的概率非常非常的高，大家发现没有，对吧，我们都已经抽出来两个这个顶级皮肤了，确实是非常哇塞，你看那家伙桌子都等不完，东西太多受不了，现在这过分了，大家怎么这样子，让人受不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再来整一下啊，一个两个，好了，批量分解，行了，积分兑换137分，正好啊，正好，哦，消耗400积分，400积分，我的妈呀，看错了，不是120分，我就说了，这太夸张了，是400分啊，400分的话，那就继续分解，差的有点多啊，差的有点多，火麒麟分解了，分解2个火麒麟，看多少分，一个火麒麟给15分，哇，给我一个火麒麟给15分。184，哎，184，那这个呢？这给4分，哎呀，凉了，兄弟，这个给54分，废了，出不来了，兄弟们，194，还差200分，完蛋了，没有抽出来，凉了呀，朋友们，没有发出来，这家整的我确实挺尴尬，整的。
了，200分了没出，你说咱们还怎么？难住了，对吧？难住了，发仓库吧，剩下这东西发仓库吧。咦，差点变成批量分解，这变成批量分解就赔死了呀，兄弟们！直接就给我气哭了，就给，对吧？这家伙太过分了，直接给气哭了，就给气死了，就给。AK 看到没有？出来东西还是非常不错，这东西还是非常不错。然后能把这个火星皮肤再换一换。哦，火星皮肤在这里没有，在这里没有。哎，步枪里面，步枪里面，咱找一下火麒麟。我现在是暗月皮肤，非常的脏啊！对对对，兄弟们，啊，你给大家，实在是脏，那别的东西就没有了。啊，对，还有王者之路，说错了，还有王者之路，这也是咱们的永久神器王者之路。冰霜奇迹皮肤，好帅。